没看到吗？我坐在车里面很安逸，很稳重。这个不是超级空车呀、啊？可能对我的车不太了解。打了，装甲车也被打了呀，我被打了，我就下车道。你们可能对这车没什么了解，这一枪。别人在哪儿？我被他喷一下就倒了，在山上，在山上，石头后面还有一个。下车强奸他。还有一个。还有个最后一个。稳一点。阿杂，我的队友呢？哎呀，兄弟，救我！哇，你一号一看就知道是风流倜傥、英俊潇洒。哇，阿杂，阿杂，哎呀，救命啊！来了，兄弟。哇，四号，我救过你，过来，房间里面有一把卡宾，不要急啊，不要慌，不要忙。外面上有人，过来救我呀！开车救我！救我，兄弟！哇，老子要死了！哇，快！三号，他输了！三号，快点！三号，就在我这儿！快下车！快！你还有十秒钟！快救我！你个废物！回大厅了，玩不下去了。